子，现场咱的嘉宾朋友，现场咱的新台长，大家晚上好。来非常欢喜啊！大家不少就不少时间，这一回来就着今仔是要来做着咱的金曲歌，咱的新台新手搞好日子，来欢迎着咱苏志珍现场嘉宾朋友来共同来甲咱参舞。啊，不哩我哩今嘛来恭祝着咱的金曲歌，会当甲咱新台新手陈陈手，新手不强，会当来新新手，新手会当满天下，比咱国家会当风调雨顺，搁特别咱着高兴哦。比着咱苏志珍现场咱的嘉宾朋友，大家当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平安，会当来大。很值啊！不另外啊，今麦嘛是咱一年一度咱的金牛年，就伫咱所一阵形容咱的咖啡朋友，会当金牛年，会当来大加大运，会当来甲咱发大财。啊，来今仔唔刚好是咱的金鸡公哇，咱的新年新手大好日子。啊，不另外，而且嘛，咪感谢着咱姐姐形容咱新年的，来今仔唔刚来参与着咱今仔日请来劳力的幸亏。啊，今仔上届主要嘛，感谢着咱的今仔唔刚咱的车主党的啊，头一位嘛是咱的王董事长，咱的王。陈杰，来一记着咱的苏董事长，咱的苏文雄，啊，搁咱的王董事长，咱的王顺清，一记咱的林董事长，咱的林清玉，一记咱的王董事长，咱的王祖文，啊，搁咱的关董的，啊，搁咱的展龙，哦，我们的农药行，啊，搁咱的山内，咱的农药行，啊，搁咱的万客农药行，啊，搁咱的恒波。我们的农药行，啊，过咱的桥头，我们的农药行，来，以上感谢着咱姐姐，咱的车主党的，来给咱赞助着咱的新生意，也是传播来到咱的会场当中，做了一连串，啊，咱的三点钟，啊，短短三点钟的时间，做了一连串，咱上精彩，咱的红路直播，啊，不然我感谢着咱姐姐，咱的车主党的，刚刚和你开一条这么大条，和你明仔开始会当给咱摊开，千千万万条，就当火车各家有几件，送不到个方便箱，会当一日好两好日，你招财有进步。一日出，两日出，下当日日拢有支出。来，我哋我后面咧感谢着咱今日间哦，咱的啊正啊，今晚要邀请咱感谢着咱和咱的啊，今日咱本团啊，本团是来自咱的台南，有着我的执行长，我的阿良，以及咱的子辰，送来给咱请新生样，新水兵，新主播，来叫我们的好娱乐同乡，来赞助咱今日间正能量的风采，谢谢，感谢你。再度感谢着咱姐姐，现场好朋友，这里热情的欢声，叹气的欢声，欢声给你收起来，祝着咱所有的嘉宾朋友，会当年年发大财，欢声莫比不叫，祝着咱现场嘉宾朋友，赚足侪咱的美金，加咱的新台币。来，阿来来开头就是好的开始。啊，首先要安排着咱的头号知名歌手，要来邀请着咱几位我们的美声歌后，来邀请我们的曼君小姐，来邀请。谢谢，这部剧情安排这首《骑士光剑》一定赢，谢谢。啊，这首歌叫做做什么代志，拢一定会赢的啦，吼。
好水吧？哦，哦，你看我目睭伫你面安尼吼。谢谢，头前面拢是咱的好朋友，吼，咱的粉丝好朋友，吼，拢认同。